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今天的节目，咱来讲圣经两约之间，圣经无记载，但是历史上找到资料的，就是罗马帝国迄个时阵，当在兴旺的过程，甲犹太人之间到底有啥物关系？直到后来，竟然罗马政府会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。咱今麦来继续讲这段历史。咱历史讲到倒位呢？讲到罗马政府迄个时阵有派出一名大将军呢，这名大将军叫做庞培啦，哦，啊，咱讲用台语叫他叫庞培啦，安尼比较好叫啦。这个庞培大将军伊是安怎出名呢？原来罗马政府迄阵甲因其中有一个区域的战争吼，一直拢摆不平嘞，战偌久你敢知？战25年呢？一场战争战25年，你看会害也袂害？战25年呢？啊，怕人袂赢嘞。后来就是这名大将军，慢慢，本来囡仔嘛吼，慢慢即马已经青年，即马大汉了，伊来带领罗马的军队，一日就将对方扣起来啊，甚至对方迄个王呢，后来战败转自杀。所以从迄个时阵开始，这个庞培大将军就受到罗马政府的重用。所以在伊继续为罗马政府要来打天下的过程中间，因为迄个时犹太人因讲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，啊，是跟他讲正在闹独立啦。迄个时只是国际无甲承认尔，但是等于是实质上犹太人因已经争取到家己独立的空间，这当然是过去真出名的叫做马加比王朝吼，因所争取来的。但是迄个时因为犹太人家己内面有内战，所以呢，这名碰皮的大将军呢，趁虚而入呢，趁内面在乱的时阵，怎带领军队怎攻入圣殿？但是有一件代志，伊做唔到，啥物代志？伊的军队入了圣殿了后，伊竟然想要入去圣殿看圣殿内面的祭圣所。啊，你也知影，犹太人迄祭圣所嘛，只有大祭司一年干那一摆会当入去尔呢。迄整个犹太人是将圣殿看到偌重要呢？你竟然一个外邦人，你一个外邦人，理论上来讲啦吼，你连圣殿你都未当入去，你卖讲入去到祭圣所，连圣殿你都未当入去才对。哦，因为你是一个无洁净的人，所以如果你若入到圣殿，圣殿等于就被污秽去啊，吼，污染去啊。所以呢，当这个王，伊唔惊，当然伊唔惊啦。但即即卖伊怕赢，伊咧惊啥呢？所以带领伊个军队啊，带领伊个军队，然后呢就入去到这个圣殿。不但入去圣殿，而且这个将军碰回大将军，伊足早进前都捌听人讲，讲犹太人的祭圣所真神秘吼，迄内面唔知藏啥物物件。因为你也知，遐外邦人从来唔捌去过犹太人的圣殿，因为你不准入去嘛。所以当然充满了好奇心嘛，到底里面是藏什么物件？吼、哦，那祭圣所连犹太人家己也袂当入去哦，只有跟他大祭司一年会当入去一拜尔。所以当然有真侪这谣言，讲里面有啥物珍珠玛瑙，里面有黄金钻石，里面有足侪这宝贝、这财物，吼、哦，有真侪这传说啊。啊，所以当然，这名将军伊真好奇嘛，想要了解讲到底里面甲你藏啥啊？我无咧信你犹太教啊！你讲袂使是恁咧讲啊！我即马拳头要较大起啊！我军队伫遮，行入来，吼！怎啊入去圣殿无大金？哥怎啊从入去祭圣所？入去祭圣所，将迄块布咧掀开，入去内面看，有看到啥？当然无看到啥嘛！但圣殿内面是啥物物件？你若有咧收看老三的节目，你也一定拢知影哦。圣殿内面，咱讲有一个。橙色饼啊，有一个一块刀啊，吼，圣刀。啊，然后呢，有这个蜡烛台，吼。啊，然后内面有敬拜上帝这简单的设备而已啦。迄家你今仔日入去教堂看到的差无介济啊。所以实在讲，那组织物件来讲，无啥物特殊。但是因为人不准入去，咱人都一个好奇心嘛。所以伊就竟然用这个外邦人的身份，不但打入去圣殿，佮打入去祭圣所，哇！当这个消息传到这以色列的民众的耳腔中间的时候，真正大家都就转死哦！啊，你好大胆！你一个外邦人，你完全无将我犹太人看在眼内就对了。
即兴说你也敢甲打入，啊，啊你该死啊你，吼、哦！但是无法度人拳头要较大起啊。即嘛是人小战阵赢，啊你阵输你就爱掂掂，所以迄叫做敢怒不敢言，真生气，但是唔敢表达，唔敢讲出来。但是这件代志，吼、哦，等于是这个碰皮大将军呢，伊做这件代志，实在大大得罪了当时所有的这犹太人啊。原本犹太人在内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若讲看你经多一边，吼、哦，你就会当得到多一边的支持。但是因为伊做这件代志，所以整个犹太人对伊拢真反感，非常非常的反感。啊，当然伊也无插啦，反感领导的代志的，对不？啊，即嘛我真赢咧，所以就命令啊，讲来犹太人哦，但即嘛恁已经是证书去啊，吼、哦，爱是无签啥物条约啦，但是伊就讲啊，用骗的啦，吼、哦，讲犹太人即嘛开始，请你会记哩，恁是罗马政府所管的一个区域。哦、所以呢，我来设立这些，但是呢，恁袂当有王啊，袂当有恁家己的政治的管理者，干来当有宗教的领袖，所以伊就设立当时开门予伊入拜的，就是主张爱甲罗马政府维持好的关系的一名领袖，伊就封伊做大祭司。哦，讲安尼。真大啦，安尼官算真大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啊，就封伊做大祭司，但是甲伊讲，恁袂当有王啊，吼、哦！因为恁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恁即嘛是管罗马政府咧管，所以恁当年咧爱纳税，哦，进贡就对啦，爱纳予罗马政府啊，啊，即条敢若亲像过去吼、哦，啊，大陆迄边，哦，迄、那个王朝哪里强的时阵，比如讲即个唐朝，吼、哦。唐太宗啊，比如讲，因当咧强的是四周围只小小的国家呢，拢总逐年啦吼，看有啥物珍珠玛瑙、啥物宝物吼，啊，拢爱叫人安尼送来，和当时的君王，都、就是这种制度。所以迄阵罗马政府就讲，讲犹太人即马开始吼，每一年，比如讲，阮罗马政府要去修建，阮国家要战争，恁就爱。提供真侪只金钱的援助，吼、哦，来支持咱的中央政府来打天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历史演变到这呢，有好有坏。好是啥物呢？好是因为罗马政府来统治，所以犹太人终于会当过几年太平的日子啊，总比以前希腊政府较好。希腊真好战，因为好战是讲。爱个调你的兵出去甲伊战，啊！即马罗马政府唔免，你只要纳税，钱互伊就好就对啦，你就钱互伊无代志啊啦。所以呢，也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啦。但是缺点是啥物？缺点就是失去了家己的主权啦。已经过去吼，即、哦、前辈真无容易，即拍落来江山，等于是一暝之间呢，就又搁再失去了啊。所以这段历史就是。怎么变作犹太人正式变作罗马政府所管理的一个区域？所以这段历史真重要啊！所以圣经并无记载这段，但是我要再讲一摆，因为圣经不是一本历史的册，哦，圣经是一本救恩的册，所以有真侪历史圣经无记，啊，无圣经也要记吼，但这大部分都读到要死去啊吼。那如果将所有历史拢记载落来，安尼读袂了啦。所以，那研究圣经的人爱去兼研究历史咧，因为你也了解讲当时圣经这个时代历史上发生什么大代志，你也对另外一个较快眼光来看这个情形，你对圣经则比较开当有正确的一个解说。吼、哦，所以老师唔只呢，这么辛苦去研究啊，讲这段，互你来听。其实我看吼，你若不是收看这个节目，台湾大多数我会当讲差不多90%以上的基督徒，可能对这段的历史拢无啥了解。甚至包括牧师，包括真侪新学生，本身对这段历史也真少去研究，因为咱平常时也拢咧讲圣经嘛，拢咧研究圣经。但是咱即马所讲的，等于是一个圣经的一个背景，吼、哦。所以犹太人自迄个时阵开始，就因为这个碰破的大将军，这名将军的势力真大，所以地教犹太人正式真做罗马政府所统治的一个区域，未当有家己的王。这个碰皮大将军不但安尼，而且呢，迄阵呢，伊也命令讲，这个区域的领袖是啥物人呢？因为你袂当有家己的王嘛，讲这个区域的领袖就是整个
迄、那个更加大的地区，就是迄阵叫做叙利亚哦。叙利亚地区的总督叫做斯高卢，而且斯高卢是啥物人呢？斯高卢是这个蓬佩将军的一个手下啦，啊，所以对着伊算好命啦。伊怎封伊下面这个副手、助手做这个规个叙利亚地区的总督？所以当伊将犹太国家吼、解决诞生了后呢，伊就对这犹太人讲：，即马开始恁的主管就是伊啊，就是这个斯高卢吼、整个叙利亚的一个总督，我罗马政府派伊来管理啦。安尼，这个关系大家真清楚吼。啊，你想啦，犹太人心中作何感想呢？当然，一方面会太平，但是一方面心中会足生气，因为感觉无尊严嘛，哦，啊，感觉无地位嘛。迄个孙呢，这个蓬佩将军呢，伊就讲，安尼咱这个整个犹太地区吼，甲你分作五区，怎将这个所在分作五区？啊，所以犹太人迄个孙真生气，真生气。所以后来，当然无可能只安分。后来也趁这个蓬佩大将军，因为真无用啊，伊毋是干那讲来管犹太人尔呢？即卖只好啊吼，无代志啊吼，哎，我真无用嘞。伊即卖去带领军队，又去别位过来战啊，啊，又去战别位啊。所以犹太人都趁这个大将军真无用吼，爱个战东战西，爱个足些土地也未拍落来，都趁伊去咧战争的时阵呢，犹太人又去起来造反，吼、又个有人起来讲啊，咱卖插伊啦，咱独立啦，咱太多听伊的话。哦，所以这独立的声音一直拢无断，独立的战争也一直拢无断。但是吼、规模拢真小嘛，哦，因为迄个时阵整个犹太人，因为本身都经过内战，啊，等于是元气消磨真济啊，哦，啊，无一个领袖，咱讲军粮无少啊，无一个领袖，敢那一个唔知对对布一个出来讲惊咱战，当然是有人甲对，但是嘛有人当妈看，讲我头就对你去，哦，你敢无法度？你敢真正我都带领阮独立，还是只不过过另外一摆牺牲尔？所以呢，逐摆若有人想要起来独立的战争吼，迄、个势力吼拢真细啦，吼、啊，所以真紧罗马政府吼、就马上派人啊，就来将这些叛军吼、来判死刑。所以呢，一摆过一摆，一摆过一摆吼，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真感冒，因为啥讲犹太人足麻烦的吼，后家底信用。整个迄个时阵世界，希腊化真严重哦，真侪人拢已经去哦希腊的文化甲东化去啊。即犹太人唔咧，犹太人并无顺从当时的希腊文化，啊有家己的信仰，啊有家己的制度，甚至佫有家己的律法，足头痛的啦。哦，啊这个民族很难搞咧吼，很难搞定啊，足麻烦的。所以，长久以来，罗马政府虽然势力真大，但是伊有一个眼中钉，哦，常常咧甲落咧甲烦。虽然讲威胁唔是遮大，但是感觉真心烦，迄就是犹太人。就这段历史，小可简单讲，互你有一个了解。哎，休息一下，等下了继续来发展这段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，来，咱来讲一段真精彩、历史上真出名的罗马政权吼。迄、那历史上讲到罗马政府上界强的时阵，迄种的历史的册有够多呢，有够多。因为历史上这罗马政权内面有真多真出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因为你也知影，当时世界唔是像即马讲真有秩序吼，唔是，当时真乱。在这个真乱的讲乱世出英雄啊，在这个真乱的时代里面吼，啊要安怎样来将整个迄个混乱的世界来统一？这个本身啊，外国有真强的军事力量，以及也有真高明的政治的这个手段咧。所以迄个时阵，罗马政府有出真济高人，其中真出名就这个蓬佩将军咯。好，蓬佩将军呢，伊将犹太人交予这个当时的叙利亚总督。叫做斯高卢，后来当然这个总督会换嘛，因为因真见到即个捌做过总督的人，就佫调别位去做官，所以后来佫换一个新的一个总督，啊，这个新的总督上任了后，
伊进入了就将犹太人分做五区来管理啦吼。但是犹太人迄个时阵真唔甘愿，真唔甘愿，又阁有人起来反叛。其中上出名呢，就是原本在犹太人内战的中间，都主张爱甲人战的迄名领袖，当然伊真唔甘愿，伊真唔甘愿，因为是伊的对手共偷拍开城门，放敌人入来。所以即卖呢，伊伫咧等待机会啦。啊，等待机会了后，吼、哦，伊就出来反叛，造反就对啦。但是失败，失败了后呢，后来伊的囡仔继续留伫耶路撒冷，但是因为伊有这个胆量啊，所以伊的囡仔吼留伫这个犹太人中间，都真做真有影响力的人。吼、哦，好啦，咱这段历史暂且先卖讲吼，咱先等下讲罗马帝国当时的发展。罗马帝国后来另外一名新的总督，就是叫做克加索。好、哦，这个新的总督依旧出来上任，是这个叙利亚的总督。这个人出来就真有野心嘛，真有野心嘛。迄个时阵，伊啦，一个这个蓬佩将军啊，一个另外一个啦，叫做凯撒。哦、我来讲凯撒，大家都知影吼、哦，因为恁若捌去过昆汀佚佗的人，拢知影凯撒啊。啊，谁来号这个名？因为这个名就是当时罗马政府里面真出名的一个人、哦啊、所以咱你嘛讲这三个人叫做罗马三天头啦，三粒大头啦，三巨头。啊，多一个上出名，多宰相嘛，在当然是凯撒。啊，无咱即嘛肯定就叫做庞培啊，哦，就叫做庞贝大饭店，唔是叫做凯撒大饭店。现在叫凯撒，就是因为凯撒后来伫因这三个人中间，伊的影响力是上界大的。迄个时阵，除了罗马本身。因一直在即个将四周围，而且土地啊，透过军事力量甲纳入来了后呢，一个另外一个大麻烦，什么人？就是埃及，哦，埃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因也拢有想要将埃及的政权来摕落来，但是埃及较复杂，先啦。埃及是当时历史真悠久的一个王国，伊无像以色列人人数少，无家己的土地。啊，无啥物军事力量，埃及毋是。虽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这个对埃及当时的这个实力有足大的伤害，因为法老王伊就法老然后伊就派军队去对以色列人嘛，啊，结果对一个种死地方红海内面啊，所以迄摆啦吼，伊的精英尤其埃及上出名吼，因为这个战车啦吼，哇！隆中死伫个红海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下伊安尼这个国家吼、哦，迄摆元气大伤，伤真久啦。但是不管安怎讲，埃及究竟是一个真有历史的古城嘛？你看咱个已经啊，即嘛二十一世纪啊，埃及即嘛还阁足侪人去佚佗，埃及的金字塔还阁足强诶。埃及公认呢是历史真悠久，而且咧文明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埃及拄啊好也咧内乱。好、哦，亚历乱，迄个时阵，一个王，伊就用钱呢去买罗马的军队，讲拜托恁来甲我帮忙，让我会当过来恢复做王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埃及本身亚历内战，啊，所以上界得到好处的呢，就是罗马，吼、哦。所以趁恁咧战，我怎啊来甲你入去内面，甲你摕一寡好处，吼、哦。所以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兴起，会当讲是一个因缘呐。就是趁这其他的国拢真乱的时阵，啊，罗马才一个怎补起来？那讲时势造英雄，当然一定是安尼。因为如果其他的国家拢要阁真强的时阵，你讲一个新的国家要起来，这无容易嘛。哦，啊，咱暂且对这个故事啦吼，咱讲历史敢那亲像一面镜，咱在看过去的代志时，咱过来看现代社会。哎，这段虽然圣经无记载，但是这段历史是圣经时期的历史啊。咱啊，即个过来看现在，现代国家嘛开始进入了甲罗马时代进行的一个历史背景啊。是安怎讲安尼呢？因为即嘛差不多是过去旧的政权吼，已经慢慢势力开始咧消退。咱比如讲，较早上强的是啥物？就是苏联啊。结果苏联哦解散，嘿，解散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上强的啥物人？美国。但是美国自从啊，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了，
恐怖分子讲，别人惊你美国，我唔惊啦，我西方人去甲你弄大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当然对美国有产生真大的伤害，啊，所以到底美国搁再来，伊是要维持什么款的地位，即嘛无人知，但是新的势力就已经开始搁兴起啊，所以即嘛人真好奇，啊，美国嘛真惊，伊惊啥？伊惊二十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会起来，什么人？伊惊中国大陆。伊惊，伊较唔惊日本，因为日本你讲安怎强，你土地怎尼细，你人口怎尼少，伊惊，惊什么人？惊中国大陆。但是其实，那以咱这个圣经角度来看，伊真正美国的敌人，也是什么人？也是欧洲啦，欧盟啦，哦，欧洲的联盟，这个恐惊才是日后新的罗马帝国要兴起，这咱再等来看啦吼。总是。咱即嘛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混乱，差不多你会当家己来比较，都敢那真像这个过去亚述时代的迄个罗马帝国，在迄两三百年要兴起迄个历史。哦，啊，你卖讲两三百年真短呢？各位啊，美国的历史嘛那两百年尔呢，对不？两百年美国真做世界第一强国，所以佫过两百年了，是不是也倒真歹讲？哦，所以罗马政府。有罗马政权啊，有差不多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统治了当时的世界。啊，这段历史到底安怎继续发展落去？吼，咱今日无时间够啊，后一集继续甲大家来讲起这段历史。阿妈，伊安尼是坐偌久啊啦？哦，可能哦，胖有差不多啊，可能十几迄落，这十几礼拜啊，无啦，老只久，十几日就对啦吼，无啦，老十几日，你我知。哦，小老三，你安尼坐十几点钟，安尼嘛算厉害啊呢？十几点钟哦，安尼可能爱阁坐真久呢。无，等下，阿妈，你安尼什么意思啊？我咧讲话，你糊涂去啊！你拄仔是讲十几，哦，都十几分钟啦。嘛个差不多咧。人空椅拢嘛爱坐足久诶，坐咧十几分钟，拜托安闹生意，安尼人未插你啦。你无看人个真正空椅诶人吼，拢坐十几点钟，有诶坐十几日，搁有诶坐安尼十几礼拜，坐到尾啊，落尾怎啊自焚？你敢知？哦，但是吼、我嘛唔知影讲小老三一摆坐吼，是要坐偌久，我嘛唔知啦。啊，就问伊就好啊，小老三嘛，你要看你要坐多久，你要表态一下，对不？看是要坐一礼拜、两礼拜，还是看要坐多久，你家己讲来。咱现在用电视来转播啊，你抗议这两支，我们全国的同胞都看到了啊！来，进来，今嘛你看去到底有什么诉求啊？看你要坐多久，来，你家己讲就好啊。听无啦，你是咧讲啥？坐多久啊？奇怪，你是一教晓哈？啊，无你个口罩要摕起来无啊呢？哎呦，伊无要讲啦，我甲问伊嘛拢坚持唔讲啊。安尼我知，安尼吼，咱叫用点头摇头，安尼来表示就好啊。吼、来，迄、那个小老三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好消息电视台有意见？唔是，安尼我知，你就是对阿妈有意见，嘛唔是，安尼就是你对教师囡仔有意见，拢唔是奇怪，安尼足歹问，阿婆往你来问，啊，好，安尼我来问好，啊，小老三，我咧要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是对。老三有意见吼，哈哈哈！
伊敢对我有意见？哈？你竟然给我点头，你唔叫我怎甲你顶死？竟然是对我有意见，你是咧抗议啥啦？哈？啊，我是听伊讲哦，你拢最近拢讲一寡政治哦，伊真不满啦、啊。诶，这边当怪我。我已经解释过，我今麦是咧讲罗马的历史啊，啊罗马历史相应都是真强啊，啊都的确有发生足些代志啊。咱介绍迄个上强的罗马政府有啥物唔对吼？诶、欸，大家对政治上敏感嘛？诶、欸，卖讲我还是恁两个好无？哈、啊？诶、欸，阿妈你今日真讲是你家己先好面哦，后来个小老三哥安尼提一支刀出来人哦，啊今麦他怪对我遮来哈、啊？啊，我知，小老三啊。你是怪我节目我讲伤济，啊！你小老三，互你出面的机会伤少，所以你才来抗议，对吗？对。啊！我太了解你了，有影有影有影。我就知哦，你这人是爱出风头安尼。好啦好啦，真简单啦，要不安尼啦，吼、哦！以后头前25分，互你讲，后边剩5分，再我讲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啊！我安尼才满意哦，吃较歹咧，嗯哎。啊，迄个代志，哎、欸，即我老三讲过的节目啊，我互你五分清清楚，足互你面子的啊，哈、啊，卖安尼抗议啦，因为我们现代人喜欢抗议啊，啥物代志都咧抗议，吼、哦，爸母也咧抗议，囡仔也咧抗议，教育学者也咧抗议，立法委员也咧抗议，大家拢咧抗议，迄几个社会互恁抗议，到拢想袂安定去啊，吼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咱人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中间，咱拢爱有能力通生活落去，吼、哦，无论罗马政府安怎强，到最后嘛是倒啊，啊。到最后一切的嘛是赢，对不？所以无论我老三安怎强，啊，你小老三，啊，你都开心来呢。那有摘掉，有一日，你这么若真正做了好的事，自然让观众下批来。讲吼，这样你讲25分，这样我讲5分，你打打死，吼，我叫你当命百回，当只坐100年哈、啊。我这么时间够，我要来去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老三啊，哦，无意思呢。各位观众，拜拜，吼、哦，啊，小老三打打坐，吼、哦，再见，再见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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